休息了一晚，今天我们要重新出发咯。好了，今天是第二天，我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札幌。札幌，札幌是一个什么地方？札幌，札幌，札幌是什么呢？没去。好，我们去探索札幌。这白天我们的 hotel 的样子哈，哇，这个风这样吹好爽啊！这个是那个 JR 车站，它的旁边呢，就是我们的 hotel 了。你看，我们住在这边。不懂是哪一层哈？啊，第三楼。然后这个是看起来好像圣诞树的。昨天晚上我还误以为它是一棵圣诞树呢。然后现在可以听得到那些音乐在播放着日本歌曲，非常棒啊！背面这边就是可以搭德式的哈。我们昨天在这边搭了德式去那个货仓，他们在前面。走，我们要现在去搭电车去札幌。我们现在 OK 来到这个车站吗？那车站这边有一个叫做 Ticket Counter 的，然后呢，这边也有一个那个电车的时间表。本如现在在里头排队，因为我们必须出示我们的 JR Pass 来订购。去这个札幌的 bullet train 座位，这里是北海道四季彩馆，就在这个电车的里头。这是三文治，300多烟啊，300多烟，340块，340或者360烟这样子。面包。面包是2块钱这样子，新币2块钱。这是一个苏摩的咖啡，苏摩品牌的咖啡哦，咖啡摩奇。这什么东西？中国城这么美，是木箱，卖啥的？啊，是卖这个 QQ 的。哦，中国这么木箱，好漂亮啊！多少钱？15块钱。这么一个饼干，里面是这样子的，要卖3000多元。这酒呢，应该是挺好喝的，这些酒，20块，够漂亮，日本街景。回想当年，20年前来的日本，那个时候的心情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哦。当时还是个穷学生啊，来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，也是第一次出国。现在呢，事隔20多年，重新踏入这个国度，感觉很不一样。螃蟹，多少斤？哦，这有活螃蟹，这卖活螃蟹。日本人非常友善。有趣啊！这是拿来吃的，他们会拿来吃啊。Oh my god！ 一条17块钱呢。一条鱿鱼17块钱，你看他在瞪着你耶，瞪着你，不要钱，他很生气哦。这边还有两个眼睛留给你，吓死人。这是20块钱，那种3000多烟啊，30多块钱。我这个朋友呢，他说他是不吃海鲜的哈，你不吃海鲜的对吧？不吃。嗯，你看到这些鱿鱼这样被宰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没有啊，我想把它们买掉放去大海。Hello， 买来做配也是不错哦。
海，不能过海关的鱼。三四两，我想烤鱼。OK， 这有人排队耶，你可不要吃吧？嗯，外头还有人排队呢。嗯，对，第一位，你看这边。啊？这是什么？可能拿奖了，我2009。第一位，2009，这个餐馆。看起来很好吃，价格也不贵，这个烤鱼10块钱这样子哦。它的鱼比较贵，也贵多1块18块。我刚刚讲不贵，你说贵多18块，哪里？啊？那个鱿鱼。哦。这比较快啊。它也有鱿鱼耶。多贵？多贵100块啊？100烟啊？这是活的。有的比较大，有电视，电视。活的电视？什么意思？他刚才是那个夸字，走路的。这个？好了，来看里面的。就是用电视的。娱乐用吗？等下他就给你看这个，走路。活的怎么吃 ？Oh my god！ 活的哎！啊，这都没有做活的。活的这样吃啊？是啊，他们以前就是这样吃。他瞪着他哎！瞪着你！等一下买给你吃。你在吃？这个男女主角的要吃那个，那个都叫花枝啊。然后呢，还在那边谈恋爱，可是那个花枝呢，其实是痛的。在吃鱿鱼啊。嗯。现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就在吃。煮在煮哦。那鞋子呢，就放在地上。这是典型的日本啊。这也是有得奖的，也是有第一位的。看不懂。等一下，我们要选择要吃什么东西。哇！哇！张扬舞爪，我多力动。那我是真的这样吃的。跳舞的。这些都是中学生在吃。如云。好吃吗？这样。新鲜，上次美味しい。じゃなくて。なぜこんな丼を？可愛い。那个社长。可愛い、とても可愛い。这是外卖哦。啊，你看，哇！这个是他的头，跟他切掉了，是吧 ？Oh my gosh！他把他的头，就是他把他的头给切了，然后还会动，然后就在上面撒什么酱油啊，酱精。这个是他们的文化。修油，酱青。びっくりした。刺激。食べるのも。嗯。你给的家逃走了，他讲他吃到一半逃走了，那个小孩子啊，叫出来，逃走。阿不奈，他搞啊，他跳到汤里面去游泳，汤里面。これはどう？我觉得这死得很惨了。那前面的都是个死得很惨。内脏。那个鱼的那个软蛋。鱼的蛋啊。一颗蛋。很像圆圆的。Ice cream。这是鱿鱼吗？要杀了的。
Today is 透明的。透明的。就是新鲜了。他说什么？很好吃啊。不会粘牙齿，很好吃。正门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哦？在这里吧。就是正门。好。快点，快点，我们来拍照来。也不知道这边允不允许我们这样子把口罩摘下来，我们就这样子把摘下来的拍照。他们一直戴着口罩拍照不好耶。啊，我喜欢这里，好香，空气中你可以闻到那个美食的味道啊。这个，全部都是日本美食哦。等一下我们再不知道要吃啥。现在那个火车，那个电车呢，它延迟了，本来是10:45就要开的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开，现在已经11:30还没有开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打包，然后去拿去 hotel 旅馆拿行李，然后我们再回去，买那个电车的车票。我们现在买了这个叫啥的，这个叫什么来着的？哈密瓜一个是400块这样子，400日圆。我们买这个来吃。我们买的450。450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450。我吃的是这个蟹肉的包子，它的包皮很软，味道很香。它指定了包皮两个字，包皮，它想歪了，包里的皮耶。哈哈哈哈哈哈我现在不懂，我们是为什么讲我充电器？要升级，走吧。哎，这个是北岛三郎嘞，现在已经差不多。谁来的？他出明星的吗？我唱白他唱的《双世界》。整个呢？整个呢？肚子早上没有吃到东西，现在。吃点东西，不开心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要去吃午餐的吗？为什么还这边逛呢 ？Oh my god！ 还会啊那么大声。对啊，就可以了。趁热吃那个包儿，好吃。没有生螃蟹，生螃蟹，我觉得螃蟹好可怜哦，被宰的很可怜。螃蟹还在动耶，你伸手，伸手，开玩笑，伸手，你伸啊，你伸，它不咬你哦，你动它的，你动它鼻子看看，它不耐。すみません。那店主说不可以动。这个地方好像是在巴沙里面哦，放了一个桌子，可以让大家吃。哇，这个好美。这是吃生的。
他们这样吃生的，就现场这样买来这样切来吃了，真是不怎么回事儿。嗯，这样抓那些鱼吗 ？Sorry， 是那些。啊，那小鱿鱼就在里头游泳哎。然后这些顾客在排队买生的这个鱿鱼，然后这个店主就在这边切鱿鱼了。啊，什么？动 ，Hello， 什么意思？哎，他会听我们的话。六点半开业，500多，550耶而已。我去看一下，因为它是在2楼的，所以比较便宜。杀菌一下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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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住了。为什么要顶啊？这边是吃生的吗？那有什么？多少钱不是生的哈？我不吃生的嘞，那不妨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那个价钱。那你是饼便宜了还是？他没有煮的吗？糟糕！今天要吃生的吗？宿命啊！我们去。幸亏他有卖熟的。这个熟的。熟的我要吃，熟的我要烤鱼。这些都是熟的吗？这是尾鱼的。这个是多少钱呢？2000耶呢？2000耶，然后那个 scallop 加500。scallop 在哪里？这个500。没有那个 scallop。scallop 这个。没有那个白色的，应该是。哦，这个里面是500。哇，好贵哦。可以看一下这个啊，你看这个肉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啊，这个米饭呢上面好像有一层滑滑的油啊，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来叫 Jasper 吃一下来 ，Jasper， 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吃。好吃，什么味道？跟我们新加坡的米饭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不同啊？嗯，都好吃嘞。都好吃，好了吗？新加坡饭也是很好吃的，新加坡也是好吃，不好吃。哦，每一家都不好吃。那你买日本米就好吃，买日本米是不是？没有嘛，你们的香米也是都好吃。香米，我们那些香米不是100%香米的嘛，所以它的米没有那么好吃。好大！来来来，吃吃吃！我这是我的鱼耶，好大的烤鱼！现在要吃这个烤鱼咯，好大的一条哦！放在汤里面了。我给你带饭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啊？是放在饭里头的。是这样的吗？饭，看看那个饭的味道是怎样的。吃完了午餐，我们回到旅店来领取我们的行李，然后我上了这个厕所，在 lobby 的厕所。这个厕所很特别，它墙上有这些壁画，然后这个奇怪的是这个女厕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？我真想不明白。那你看这个每一个厕所里面呢都有这样的一幅画，不同鸟类的图画，非常的漂亮。刚才我用的就是这个厕所，被它吸引了，所以忍不住要拿这个照相机来拍一拍，让大家看一下日本人多么的讲究这个情调，连上个厕所都这么有情调。
这个车程延误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这边车站有很多人，因为早上的时候那个车不能够开动，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又在另外拿了一张票，本来是早上10:45就可以出发的，现在要等到1:30，终于安全的上了车。现在是下午差不多1:40，还以为如果我们错过了这趟车，我们就没办法按照计划去札波罗了，幸亏可以上车上去札波罗。车开出发了，耶，出发了！昨天买的酒，今天来喝。我们很幸运的，这一路上都没有下雨。黄昏的太阳非常的刺眼，所以我就戴上了墨镜。沿海的黄昏的景色非常漂亮。这张照片不知道伟如是什么时候拍的，他发到群组，然后写上别难过，我就在你身边。我看了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觉得他非常幽默，非常有创意。我们把书包挂在前面这里，舒适的玩着手机，酒呢就放在我们旁边。这是我的书包，衣服呢就挂在这里，非常的宽敞这个座位。我们也看到了这本胡开多的杂志，就放在车上给乘客们看。这个书翻开里面有这个北海道的地图。我们从这个函馆要坐火车，坐电车坐4小时才能够到札幌，然后下次我们要去旭川，并不知道是到底要几个小时，但基本上的那个行程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往北走。